然后呢，我们今天干嘛呢？我们视频将至了，我们要用红包为信号，哇，真的有红包，完成一些给我行消息说，你的网上面啊，很想发年终奖，很想发，我可以没有年终奖。喂喂，听哥，我好想你啊！你想发年终奖，还要想你。我可以没有年终奖，但是我过年没有你哦。哥，我好想你啊！你想发年终奖，还要想。确实是马哥，确实。给我们发钱是吗？张哥有关的，我们是发压岁钱。啊？给张哥发语音说：“张队长，你最近在装修吗？不然为什么我的心里砰砰砰全是你的动静？”好吧，好吧，好吧，好恶心。我们张哥也会回你一个类似于这样的国情吗？你回去上。丁哥回了，我看他没回，没回呢。张哥会说：“丁哥忙着呢。”怎么了嘛？其实真的就不算什么，你这个太久了。张哥，张哥最近在装修吗？不然为什么我的心里砰砰砰全是你的动静？这个对我们来说太弱了，太弱了。说实话，来点刺激的吧。刺激的，刺激的。比如说给 L 姓，我在 L 类男里面随便找一个。刚开始没啥。L 姓来了啊！真的要在内内了吗？给呀、啊！停了，你那是给我的，那是没叫停。我什么？真是发钱了，大哥这个吧，为什么？飞哥，手上的跟飞哥有关，给飞哥吧，真的给，真的飞哥有关，累男啊，怎么到 L 累男就到我了呀？给飞哥发礼。这是全场最顶的一个人物。好，话不要说的这么满嘛，想想年终奖。想想年终奖，有年终奖吗？有年终奖，说不定就我没有年终奖，明明有发了之后你就有年终奖。对，谢谢。想想飞哥的红包，想想飞哥的红包，飞哥 ，OK， 整晕了。来了来了来了！哦，要唱啊？对啊，那谁唱？他知道吗？他不知道。他不知道。来吧，我完了呀。他不知道，说不定这个就是他给他回了一个问号啊。六零，六六六，谁呀？快点啊！六六六，尴尬呀！飞哥那个表情，我知道那个表情干嘛都不是。李总，我是一个傻瓜。中了你奇怪的魔法，我怎么觉得陈老师
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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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今天不是老师抽了，这个还骂了谁？这个，他说的是他先是这样，好听，好听。你回个那个，你咋了？没有办法啊，那个，你回那个，你回那个，你回那个，就是那个，你回那个。喂喂，丁哥，我好想你啊，比想发年终奖还要想你。我可以没有年终奖，但是我不能没有你哦。张哥，张哥最近在装修吗？不然为什么我的心里砰砰砰全是你的动静？想死你了。李总，我是一个傻瓜，中了你奇怪的魔法。李总，你觉得唱得好听吗？Yeah.